好长的地道，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全是灰味和霉臭味，搞不好是放死人的地方。啊，瞧这地方的样子，好像是用来存放先祖灵柩的地下墓室，不过这未免大了些。我们走了一段不短的路，我想这里可能已经是京城地下，其中不乏有豪宅的大户人家，我想墓室大殿也属寻常。不过这户人家似乎不怎么照顾祖先，不单是房内，连棺木上都积满了灰尘。这户人家破败已久，空留着大宅没人照顾。哼，这积满灰尘的木架正是你们绝教的葬身之地。果然还是你们这些人，上回是看到这姑娘的份上才放过你们，不过这回我可不会再客气了。我知道阁下并非真正奸恶之徒，何以要办这事且危害天下？哼，让邪神死有复生，灵九帝纵魔杀骗，天下假仁假义的正派，此等大忌你们懂什么？但你可知道，死有一旦复生，人间将受何种浩劫？只因世人仇恨而殃及天下苍生，岂是灵通天数者所应为？我可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如行尸走肉般的活着，就是为了这血恨的时刻，挡我者死。不，你并不是真正恨谁，只是难耐痛苦与悔恨，所以替自己找一个借口，忘却这一切的借口罢了。然而轻易如此，你也不能全怪正派手下无情，何况伤害所有的仇人也已于事无补，只是徒增杀孽罢了。你知道些什么？哼，和你多说只是白费力气，来拼个死活吧。哎，看来是非打不可，小心他被逼到穷地之时会拼了命用禁法和我们同归于尽。哼，会用禁法可不止他一个。好，哎，这样走。哦 ，OK， 刚好就说可以走到这个位置。想到夜里面有被打一下。哎呀，好吧，算了，我把他防具拿掉了。因为这一关是不能拖时间的，所以这一关就不练功了，全心把它打倒。99，这么弱。没办法一击打死啊。
哦，没关系。韩千雪，车印走过来杀这只。真这里好了。不会补血 ，OK， 好吧。打得死吗？啊，打得死。我才55，尽量不要让殷建平打好了。四只都疯，好，冰火之尊，应该是不会死吧。我很想一次杀四只啊，好吧，那韩千秀就不要走过去好了。然后正印打右下这一只。OK， 一只，然后仙女超解决。好，就这样。
啊，这样补血了。OK， 好，行，赶快把它解决掉，拖太久了。OK， 然后我看一下哦。死吗 ？OK， 打不死。啊，浪费了。好，我这边快转好了，有点浪费。啊，好像有点拖太久了，前面打太久了。哎呀，还好没中 ，OK。好，被进攻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挡风神行。所以夜明龙在，夜明龙可以不用动。是吗？对，它可以不用动。我正义走这里。然后凤凰月蓄气，青鸟蓄气。OK。好，准备进攻。OK， Go。走左边。哇，冲太快了！给秒不到。啊！还要再一回合。我觉得硬件屏站后面好了。青铜袖剑。然后寒剑袖这边拖打一下。打到吗？打不到。拖打。这里
应该撑得住啦，仙女超那么硬。然后这 OK。我将不会让硬件平去打了，因为经验值不高。什么？你这个走进来？哦，好痒啊！我的嘞，还好险！被经验值。啊，出动了，出动了。OK， 要快一点。哦，我想一下哦。应该可以一次干掉两只吧。嗯，怕火。这次应该走不过来吧？对，他走不过来，所以再往前走一两步，然后因为可以直接把他干掉，做手武功打不到他。我想一下，怎么走法比较好呢？找不到，这快定得这只。就只能硬件兵先过去了，没办法啊，因为他攻击力太高了，不要好像是轰到，很恐怖啊。好，只能这样子啊，这样最保险。我们一定要在19回合内先打败夏侯仪，因为等一下打完夏侯仪还有一个 BOSS 出来。不要暴气啊，建平！啊不！好浪费哦，超浪费！
我你的麻痹。怎么搞错啊？哎，我想一下，超扯，给我麻痹。阴之正九，快解除麻痹啊！不要，先把先继续。我记得夏侯也是不是一定要弄阴剑平打死啊？好像是的。好，终于结束了。好，我要进攻了。OK， 三十有没有问动 ？OK， 好，来啊来啊，全部冲我来！哦，好痛！
好像会十九之前要把他打死。焚炎之阵。啊，弄错了。啊，我知道。那这边的话，先气郁之术。下回靠套开这航天秀这里了，所以。先拉远一点。OK， 然后冰华之阵。先干掉这一只，没办法，我一定要先干掉这个。OK。好像有机会练等哦。哦，主角被封了，糟糕。哦，好像很不妙哎。除非，不行不行，这样，他们要走到一二三，走到这里。跟走，不要贪心，不要贪心，先退，先退，先退。你也没能打。哦，这右上这边还有一个宝物吧？有。
边召唤领取。去游转，幸运冲没被打到吗？那幸运招在这里。OK， 然后南千秀，找不到。站错位置了。好 ，OK。领取一件，左边还有一个。哎，左边的是驯神五叔。萨敏环，灵魂大法，好痛啊！差不多可以结束它了。可以的，可以打他，解决他。OK， 好，我们重新站一下位置，然后夜明龙站这里。硬件瓶就一样进到这里了。好，蓄气。好，最后把他打死。杨之正16把他打死。把那个校徽一死掉的话，不知道这一只会不会跟着死，我们试试看好了。现在领取走过去，
好，指引给下回最后一集。好，算西等。